谢谢我师姐送来的烟花。我充满了吉祥的加倍。加倍来，我们再上一个烟花，好事成双，好不好？再上一个烟花，我们看阿伟，现在他的眼睛里面都充满着幸福，对不对？他的眼神中都带满着爱意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最有意义的是要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比如喜欢什么？谢谢，我觉得才是最有意义的。谢谢我妙华姐姐，谢谢。不是喜欢什么吗？今天我要让我们阿伟先生让他多开心。来，家人们，直播间3500人了，我们再打一波上涨，好不好？突破3800人，我们一起见证烟花盛开的样子。我不辛苦，家人们，我准备去忙点别的事情了。你们家人们答应我好不好？我去忙事情的10分钟之内，你们不要走，因为我希望等我来的时候还看到你们依旧在，行不行？能不能答应我？能答应我的话，答不答应好不好？家人们，答不答应？因为我要去忙一下，好不好？但是我又舍不得你们。如果说可以的话，我们打波行，打波能，打波答应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对，直播间这么多家人，你们一定要说话算数，因为你们是我亲爱的家人们，好不好？我希望花开的时候有你们，花落的时候有你们，我希望什么时候你们都依然陪在阿伟身边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家人们。我们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如果说觉得打字麻烦的，我们就点赞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我们觉得点赞点累了，我们就看阿伟一起做蛋糕，好不好？谢谢家人们。
好看，家人们，你们就说好不好看。啊，我做出来那个图片上不一定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我是按照我的感觉啊，按照我的感觉去策划的。有这个意思就行了啊，对，这个意思就行了。这个口子够大了，家人们。这个口大了。有红色的啊，有红色的，对。
衣服上去了，家人们。哎呀，把我汗水给我干出来了啊！最后两个字啊，二。哦，掌声！拿点纸，拿点纸。怎么样，家人们？好不好看？你们就说好不好看，好吧？啊，可能没那么专业啊，因为有些东西怎么说呢？它，家人们是不是一个样的？刚刚你们截图是不是一个样的？这里不一样啊，哪里啊？这里，你这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在哪里啊？这看不到吗？这么大个字。家人们，你们告诉我，你们能看到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吗？你们把你们刚刚截的图片拿出来，好不好？把你们刚刚截的图片全部给我拿出来，对比一下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觉得这生日快乐四个字还是要写的好看一点点嘛。主要是那个。我那个的口子开大了，知道吧？所以一解就。家人们来，三分直播间3500个人来，我们再打一波上人，一起见证一下我们阿伟先生。怎么样，家人们？做的第一个蛋糕。有点紧张啊，所以我都冒汗了，有点紧张，因为第一次也是第一次做这个蛋糕啊。真的冒汗了。我说过啊，我做出来可能没有那么好看，但我希望二妹能够喜欢，就这么。一点心意，家人们，其实，小哥，看一下那个，问一下小鹿，你问一下小鹿，问一下小鹿，看看他们到哪里了。可以看一下啊，家人们，家人们看一下来。啊，这个其他都还好，就是字不太清楚，因为这个字，它那个弄得太口子太大了，所以没那么好看，但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。